第三个需要注意的是什么？就是画花，如果是条幅的话，哈，条幅的话，你这是画斗方也是，让它有上有下，错开啊，错角画花，错角画叶，不能说的画直了，整个这一溜全是花，或者这一溜全是叶子，不好看啊，不好看啊。它在左上角，那它就在右下角；它在右上角，它在左下角，总是让它 S 走线，这是咱们构图最最关键的地方。啊，最关键的地方啊，我这块画平了都，一会儿我还得调整啊，还得调整。